一直到这个早起会啊，可以说这一个啊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廊带。那如果就是说这480万通过的话，我想啊，那边可以啊，基隆地标那边可以彻底做一个改善。这个改善当然包括是学校，所以本席是啊，希望就是说同仁啊能够啊了解啊现场那边啊它的状况，啊能够让这个480万。能够通过，来改善了我们这种地标那个景点呐，它的需要。好，以上。好，我们接下来请李美玲李议员。主席哦，就是如果有人已经偏离了这个预算的审查的时候，必须要及时的制止，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好自己起来制止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首先我要跟所有的同仁哦，报告一下，大家听清楚，当初刚才处长所讲的，大家的期望跟处长所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没有听清楚，处长在讲什么。处长讲的是啥物？480万全部都没有硬体的，480万全部都是开会，全部都是写计划，全部无可能你想的安尼。所以我觉得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大家要先做功课哦。来，第一个，刚才你有讲的，有几个学校已经跟你们配合了，这个你们也要把它当成费用的一个。第二个，你们说参与式预算，文化局在主张，在现在好像在做参与式预算，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还是文化局的哦。现在的参与式预算是怎么样？是拜托大家来参加，然后呢，每个人给他一个小蛋糕或者小礼盒或怎么样的，然后呢，拜托拜托一堆的人，这些的人都是英勇无代志走的人，阿是讲都是哦，这个里长拜托出来的，甚至有一些呢，连里长都拜托不出来，连里长都有事的话，然后他还说没有关系，直接让买噻，这叫做参与式预算吗？这个叫做参与式预算吗？你们还是要这样子做吗？你们这个叫做什么欺骗？也就是几丢出来，大概呀，甚至没有来的人，赶快拿回去签一签名，然后拿过来对赛，我好滴。一百阿伯迄个糕点礼盒，然后安尼就是啊，啊我提这张就会使来报功效啊，是这样子玩的吗？那第三个你说哦，再来的话就是弄成改造的顺序，所以各位同仁啊，无一点仔讲要去做啥物，唔是呢，全部都是用写，然后可能拿了几本，这样子就跟我们要了480万，对不对？好，够啊，贼好啊。安尼的480万，这样就480万呢、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都是你们所谓的专家学者，想要让基隆更好的人，然后呢，完全没有在意基隆人所想要的。那个480万是这样用的。好，那另外一个120万，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也是没有这样子啊，对不对？你120万，你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也是一样啊。你只是想要把它打造成为什么基隆的创造教育中心，各位啊，各位啊，基隆的创造教育中心，什么样去？就市长跟那些学校结合的这些学生啊，孩子来啊。但是他创造完以后，他不会留在基隆，他知道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他的实验品而已。甚至他连创造都不想要创造，这是我觉得很心疼的。你们很努力，我们相信都发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努力。这几天来你自己用啊，为什么不要你们自己用？你们在找人呐、啊，老爸班火林，你们至少可以再找2个人来帮忙你们呐、啊，那个才是你们真正的团队呀、啊。你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团队，每天都在一起，24小时心连心。然后呢，你们期待的是一个未来，因为你们的青春岁月都花在这边，这才是真正的啊！为什么要每一次都编这些的预算给一些人来玩一玩？好，那个督发处，那个处长哦，我想问一下，临近街暖心国小那边是你们在玩的吗？一群年轻人，现在有变吗？那个地方每天 Kiki 扣扣 Kiki 扣扣的。玩了快要1年了，现在11月快要底了，玩了11个月了。好，假如说不是，二月开始玩，3月开始玩，差不多被送十年啊，哎，十个月啊。现在那边有没有改变？没有啊。
去看嘛，有没有改变？没有。一群年轻人每天好快乐的在那边玩玩玩玩，玩死了基隆的未来，玩死了基隆的经济，玩死了基隆的预算，就是这样。两年了，我们不是没有有心去支持新的政府，我们的期待比你们的期待更高。当初我们对市长的期待多高啊？你知道我们对他期待多高吗？比你们还高了，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两年过去了，这个期待是整个重重的摔下来，他让我们看不到未来，他让我们看不到他的心留在基隆啊，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刚才你想看，你一百二十万是在干谁？还是让那些玩啊，玩四年，然后他再到别的县市再去玩，这样子玩了一圈把台湾都玩掉了。所以你说你一百二十万玩什么？大家都误会了，以为你会把那些周遭环境改变。没嘛，不是嘛，就是拿这嘛，这纸嘛，嘿呀、啊，一本这样，那就是百二万嘛，好、哦、加三本四本嘛，安尼就四百八十万，就是安尼那尼啊。每次都拿这个东西来骗我们，所以我还是一样哈，四百八十万跟一百二十万，我还是建议你们退回。如果要做的话，做一个实实在在，刚才我们四四米期待的那些东西，把它编进去。我支持他所讲的，对呀、啊。可是实际上你们这些不是嘛？你都配翁嫁给玩嘛？你都不是嘛？刚才我们杨时成杨议员多期待啊！他说啊，我这个已经期待了两年了，怎么样了？我讲嘿呀，啊，无得是无啊，能力今嘛做啊做几多哦吼啊，对不对？你现在如果你要这两个过，没关系，可以。我们施世民是议员所讲的是什么？你改放在附带决议里面，在说明栏里面，杨时成杨议员所期待的，给他放进去。我至少让两个在地的议员，他们的期待，让他们完成，实现他们的梦想。一搜寻为都记就起来在地，哎，老百姓搜寻为，让他们两个人完成，好啊，没关系啊，四百八十万一百二十万。你问伊，伊要安怎做，你就给伊安怎做，安尼我同意，对不对？至少这是正个在地人要爱的啦。啊，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期待你们退回去，谢谢。好，等一下不要辛苦，休息五分钟，哦，我们等一下再说。
请各位同仁就坐。我们继续审查预算。那个，我们刚刚还有同仁要发言哦。我们请，好，先请十四名议员，再请林恩典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哈、那个整个基隆市啊是需要改变，需要改变。我想所以说，在这过去长期以来啊。基隆市的民调市政满意度啊都是全国最后一名。那林佑昌市长啊主政以来大概两年左右，过去的那一年啊是由前任的张通龙市长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政策啊他去做一些执行。真正需要的是今年，今年才是林佑昌啊他整个他这个林市长的一个新人新政的一个政策推动的是这样。那我想很多同仁卖工看到乌影都开枪，真的他要在基隆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啊他一定会有一些啊策略出来。那这个480万也好120万也好，你整个施工啊之前啊一定要透过啊开会要沟通要研商然后要设计，设计以后啊然后才要规划，规划以后啊才能招标施工啊。我们整个花山那边啊要做一个大改善，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话是没办法马上施工的啊。所以说这个480万那个地方是确确是需要马上做一些改变，因为在花山那边来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甚至于都有很多是外来客，有很多都是外地的啊，这些少年家连个啊厕所都没有啊，而且啊地方非常简陋啊，那个地方说号称基隆的基隆地标啊，真的是啊很讽刺啊。所以应该是这个经费给他好好去做一些啊设计，好好去做一些啊规划。那如果说这个工作没有做的话，你怎么向中央来争取其他经费啦，未来的经费啦？所以不要说哦，看到乌影就开枪啊呢，塞就塞乱弹啊呢，一个这个计划出来啊，啊就塞乱木。比如说你对林佑昌的期待很高，期待很高，你要让他做啊，我对他的期待更高啊。他在选市长的时候啊，我天天穿他的衣服啊，你有票啊，我对他期待比别人更高啊。那当然他这几年两年做下来他的成绩啊大幅进步啊，大家都看得到啊。基隆从过去的啊市政满意度最后一名啊，你现在要升到第十二名啊，你又把白卡白手又不做，那这样基隆没有那进步呢，没有那改变呢。所以我认为说这经费应该是让他过，特别我们当地的议员，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是需要做改变的，需要做好好做一个改造的。好，以上。好，我们接下来请林恩典议员，再请林敏宏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我们在针对这笔480万的预算哈，那本席是给予支持啊，但这几个有一些的地方，我必须要跟处长要提醒一下。你刚听的处长报告，将近你这个费用将近有做到将近10个学校附近的周边的计划嘛，对不对？那你在分散到这些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一个学校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周边也没有多少钱来做。那与其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把几个比较重点的，我觉得像刚刚有的我们的同仁觉得有的地方是比较急需要的，那是不是才投入比较多一点，然后一个一个来，那你把这些的经费打散到各地方去。其实我刚听你报告，就是不是像之前我们一直在推的做设计规划或者做设计营造的方式，然后来做这样子的分配。那当然有的地方我想处长也要去深深了解，有的
有的理或者是有的不是配合这么好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把这个钱硬丢给他们。那针对那些真的是需要用的，然后好好的把它做几个好的景点、好的地标，我想这样子来也比较会精致化。另外，我想另外再提醒那个处长，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针对我们刚刚有同仁也提到那个比较小的学校是不是要合并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要重启，然后再来讨论这样的东西？真的有的学校人数不是这么多的时候，那个空间可以把它用到别的地方，就像太平国小，现在人也不是这么多。如果把那个地方做一个好好的规划，或者变更其他的用途，那你变基隆来讲一个基隆的地标来说，那是一个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地方。这是给你的建议，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南美王南议员，再请唐思成议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这两笔委办费哈，这笔这个两笔啊，480、120加起来就600，也不少钱哦。请那个督察处啊，要审慎的来利用。那我想这两笔，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这两笔的委办费大概就跟都市更新有关嘛。啊，这部分啊，我想市政府历年来啊，有相关的经费很多都投入了，啊，你们现在只不过是巧立名目啊，再来增加这两笔委办费而已。哦，那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个，480万，你主要是用以学校为核心啊，来做这个都市更新哦。这部分我倒想建议你啊，应该是以学校整并为主来做，但你看我们去年啊，太平港西上志啊，教育处来拜托我的时候，处长啊，讲叫我积极讲哦，要怎么样，要合并学校，我真好啊，本来就是安尼。结果在议会讨论以后啊，市长就不做了，这非常可惜啊。这个规划会，我想建议处长，学校的周遭啦，都是民宅比较多啊，你如何去影响他们跟着你动，很困难啊。到这笔经费，如果你能够把它集中在学校的整并，少子化，影响学校是最大的嘛。今年也比今年较严重啊，咱阿盖也就是好扛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在未筹码，利用这笔经费，去改叫学校整并，多出来的学校、啊、去把它商业化使用，透过商业化使用才能真正带动啊学校周遭的改变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讲，处长，我的建议这笔啦，你应该是以学校的整并为主去考量。比如说，太平、上志、港西，如果整理出一间学校就好。那这间小学啊，你如果把它商业化，未来你看那边推长照，你就可以往长照中心去规划。我来给他们提，中央明年如果确定要推长照的，请问基隆的长照，你们的地点在哪里？过来，哦，除了长照以外，社会住宅公阿顾啊。奥马博啊，这个就是你未来做这个什么长照啦、社会住宅的一个地点嘛，好不好？所以说我认为480万的部分，你书面上解释自己学校周遭，我建议你修正一下，以整并学校为主，把空出来的学校把它商业化，这样才能够真正啊达到这笔委办费的意义。那第二笔啊，也是跟都市更新有关啊，什么设计与建筑者之家，好、哦，那你有三个特色。立碑公，你是想利用基隆的特色资源、形象定位，结合社区来发展。啊，结果我列建议啦，你应该是以观光景点的设计定位来优先嘛。那这些观光景点，你好好改重新规划设计，包括对这些景点的什么硬体的投入嘛。你往这方面去做委办，去思考，才会让这个规划会有意义啊。啊，无你跟他讲要跟社区结合，我一样要回过来刚刚前面的讲法，民间我都跟你配合吗？真困难呐、啊！都市更新现在对全省每一个县市来讲都很困难的，为什么？欸、那都更条例愈来愈严嘛，所以我建议讲这笔你嘛是要以我们的这个观光景点周遭啊去带动，把我们现有的景点赶快加强的去把它规划设计、维护，然后。利用发展观光来带动周边的环境的一起成长，安尼开始进卡的这两笔规划费才会跟以前的规划费不会重叠啊，不然你这两笔规划费的解释内容、你的做法，
你好好的把前届的类似的规划拿来比对一下，差不多啦。我们过去在检讨啊，市政府花了很多委办会、规划会，结果也无一条拢照安尼走啊，浪费了很多规划会嘛。所以这两笔的预算哦，我是要安尼建议，看出定也在修正嘛。如果你能修正，我就支持；如果你不能修正，硬要这样做，那我就建议啊，你要退回，重新提计划。好、哦，谢谢。等下请处长说明，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杨市长杨议员，再请何淑平议员。我们东边呢，有中正公园了，大概已经规划差不多，花了也蛮多钱的，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西边呢，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个蓝站的开通以后呢，直接就是到基隆地标这一块。那产发处呢，不是产发处，那个交理处呢，跟都发处是连结，两个是在做这一块的规划。交理处它的走的方向是这个观光景点，那当然有里面有涉及到土地的。我们知道基隆地标，它的土地是属于校园，是属于校园。周遭的很多的私人的，他必须要做整个的调查，然后来做规划。我们不能让外地的人看到我们西岸的这种落后的场景。如果可以好好的开发的话，会比九份更有看头，所以是我们将来要发展的一个目标。我刚才听了我们的议员的意思是说，你很多的案子是没有让议员了解的，包括你们的说明会议员是不知道的。那你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是要议员同意、议员支持，那你给里长、给居民，他们知道的东西在议会里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前提之下，我们怎么去支持你的预算？我们要了解预算的内容，你却不让我们知道的时候，请问这谁要来支持你的预算呢？所以这一点，处长，你们各局处都是要注意啊。我发现你们很多的说明会是不愿意让你议员去了解的，议员去了解会提供你们当地的意见，让规划公司列入参考，甚至于他提出来可能。他的设计比议员所想的还好，让议员了解说，哦，原来这个规划公司想的比我们还更深。所以这一点没有双向，你跟议员之间没有双向的互动，所以难免的大家都会产生有余力。那我希望说，你提出的东西是真正的是地方有帮忙的，今年做得成功，明年你再编都 OK。可是如果是今年做不好的时候，你明年就不要再编了啊。我们希望说。对基隆有帮忙的预算，我们都全面支持你，但是你要充分的让我们了解。以上跟您建议，谢谢。好，何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何淑平何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针对这480万跟120万，其实包含这个是属于都市设计科的哈，包含之后这个都市更新科哈，本席也都有意见哈，所以我先建议这个。设计科的部分哦，其实以校园为核心的这个城市改造计划哈，其实现在就如诚如你解释的说，现在是少子化，就是因为少子化，你又运用在十个学校，其实一个学校分配也不到50万，所以说点点滴滴都是费用，可是看不到很好的成效，所以说我想本席在这里想要建议，就是说像有一些比较小校，看有没有合并的并校的计划。或者是说，第二，可以把它发展成好、哦、有特色的小学，例如，其实新北市或台北市有那种森林小学，或者是英语村、国际村。我现在要把它说的是国际村，为什么？因为不仅是发展英语，而且还可以现在新住民很多，有印尼语跟这个越南语。其实，我并不觉得说一个小校它你应该是可以善用。资源把它变成一个特色的小学，而不是说你去美化它周遭的这个环境。你就算是说，你这样就做到了。基隆又多雨，你做了第一年是新的啦，那之后还是一样很肮脏。就是下雨之后，因为我本席在这个总咨询的时候，我就跟市长讲，其实我们基隆为什么让人家觉得说我们老老旧旧的，就是因为第一个，以前是常下雨有雨渍，可是现在因为空气。里面有太多尘螨，
然后雨下下来都附着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其实您这样子零零总总加起来总共有600万，您为什么，你是都市发展科，这个校园是属于教育局的，教育处的，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来拿来把它帮我们基隆的城市来变亮呢？你应该是结合社区的计划来辅导他们如何来更新，没有错。你现在如果说要叫他们哦，给自己的大厦或者是什么把它拉皮，他们或许经费上面有困难。那我一直在跟市长研究，因为他是城乡风貌科毕业，他应该是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城市能够焕然一新。请你去看一看我们大业隧道出来的那些房子，人家外来游客有可能第一个去你太平国小，有可能到你的校园去看吗？你的门面就已经非常的破，这个不要说破旧了，就是他的这个大厦外面都是很脏的。你为什么不做几个委办的计划，看能不能让社区去比赛，或者是说让他们去评比，看哪一个社区是最需要的？我可以建议我们处长，我们就是这个大业隧道下来的爱义路那边，那些的大厦是最急需要改善的，还有中正路游轮靠近的地方，那也是急需要改善的。你为什么不办一些这个活动，让这些社区来比赛，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基隆市的这个大厦能够焕然一新呢？你去改造这个校园，这个虽然是一个美意，可是问题是你外来的这个游客他并不会第一时间就去那边。所以说如果说你们已经有提列详细的这个计划，能够让本会的议员都觉得赞同的话，本席也是没有意见的。可是在这里我要这个建议我们这个处长能够提出这个对于基隆市的这个所有的公寓大厦的这个应该是说外观的改建能够提出一个比赛或是评比的计划，让我们基隆市能够焕然一新，谢谢。好，有意见，我们接下来请张跟我讲一讲，还是要好，我们请韩良前议员。谢谢主席啊，其实针对这委办费，然后我们这100万的说明栏哈，就没办法说服我，没办法说服我说这480万我怎么给你，这120万我怎么给你？因为我们看到为因应本市少子化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提升环境友善及宜居，打造本市为人本城市及文化城市，必争取中央预算。啊，这个我们要打造人本宜居，或者当地的环境的改善，你们策略上有什么做法？你们可以有什么实质务实的做法，让这个地方有办法改善？我们就拿你120万的时候是这个讲的是太平国小，我们就拿太平国小的周遭来谈。你们就没办法说服我们，你们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怎么给你这个预算？对不对？所以本席呢，再的一直讲，要有计划，才会有预算。而计划我们要懂的，就如同刚才本会杨议员提出来说，哎，你就去说服那些家长会啊、会长啊，说服谁？啊，审预算是我们在审的，啊，我们不懂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审？我们怎么审这个预算？所以本席认为这个预算要他们退回去，然后呢再追加减来编列我们都愿意，但是你怎么让我知道，你怎么说服我要给你这个预算？否则就写这几个字，要我给你这个预算，那个周遭的房舍是这种样子啊，你要把它大兴土木改变，还是要你要做这个所有的空地的部分做美绿化，或者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啊，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啊。如果说要大兴土木的话，要他们把房子重建的话，那你有没有办法督跟，或者有没有办法做说服他们可以改建的动作呢？我都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叫我怎么给你们这个预算？所以本席呢，坚持这个预算先退回，然后要他们把这个计划向本会说明清楚，以后我们再来审这个预算，否则真的我们会审下去，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张耿威张议员。
啊，谢谢主席啊。我想啊，因为整个预算来讲，我也建议主席啊，因为那个预算已经快审不完了。我刚才听了一下，其实我们本会的人同仁们啊都不反对，都不反对你这个预算，但是重点是说你没有一个详加的那些计划，很空洞啊，十所学校。刚才我也跟习处长你讲过，你牵扯的单位很多呢。交理，你未来裁撤以后，交易处哪一边是要合并，哪一边是要以后引进产花处、观光产业来招揽、来盖旅馆等等。交理处也要来，产花处主计单位。你未来整个计划是很庞大的，不是草草了率几个字的那个带过去呢。恭喜大家，本会当然一体几个集体令，我一再强调计划要成熟。本会同仁也讲，我按那个农委加加个不600万，你知道昨天那个山药人家一个成果验收啊，成果发表会啊，黑龙江现在集还集完呢，很辛苦的。你哪天民脂民膏这样就烧下去，他们自己还出钱呢，人家去的贵宾还送给他那个刷油机的礼盒呢。那这样子花下去，人家随便草草了率，这样能带过去吗？所以说，习处长，你虽然说主打单位，交易处这个要不要进去？产花处要不要进去？交易处要不要进去？财主单位未来的经费要不要支应？这一些计划还是要你从哪里？哦，比如来讲，我们本会的同仁说花松海平，看一下太平山那边，很漂亮。本会同仁也会支持啊，你先后是你整个计划做出来嘛。所以说，因为经费那个预算都审不完，我也建议主席啊，做明智的裁制啊，该退回该撤回的，等计划周详以后，整体做规划，到底优先顺序哪一个？整体配划、整体配套都有，你再提出来嘛，不要在那边浪费哦。真的哦，本席啊，我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但无个一个讲要反对啊。我们这计划不好啊！哦，这是本席啊，我建议主席啊，先做个明智的裁决，好不好？我想各位同仁这样好不好？刚刚他也许我们同仁有些比较晚来了哈，那习处长有两次的说明了哈。那也有人是想说一下子要做十个学校哈，大概也是不够了哈。啊，有的人是说，也不用做到那么多啦。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这个委办会里面总共是690万，那么我们把它删一层了，然后附带决议，就是说在做规划报告出来之后，要邀请我们相关的学界的议员要去参加了。哦，他要有计划规划报告出来，他才可以向中央来申请这些经费了。哦，所以说我们把它690万，那么把它删一层，让它是自行去调试，然后我们附带决议说邀请相关学期的议员要参与了。哦，邀请市政府这样的，不然他要做新的也不是办法，但当然要这样继续啊。哦，好不好？好，等一下，那我们先请张检议长第一次发言，再请李正华议员。好，谢谢主席吼。我看吼，删一层嘛，免改删啦。既然甲要互伊做，就规期拢互伊做。吼，一声台无偌济钱。我只是建议说，这个计划的结构，吼，希望我们那个都花处吼，做了后的结果怎么样？希望能够让我们吼议会同仁知道，因为有很多。有时啊，做做计划，做做知不了了之，就拢煞。咱拢唔知影讲效果是有啊无？吼、哦，我希望讲好，无要紧，互恁做，因为徐处长因这个团队也是蛮认真的，我知。哦，啊嘛，互你讲，一旦发挥你们的专长，啊，恁若做了后，我们要来验收，
验收你们的成果。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余生化议员，再请梁敏文议员。好，谢谢主席。哈，我想主席刚刚才是好像跟我们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说要三摊一层两层三层，那个不是我们重点的。我想既然要做，就要充足的金额让你们做到。好，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你的说明栏写的简单扼要，我们不傻傻。就像刚我们也很多不分党派的议员都讲，从前好多的规划费、委办费、研究费，那个可行性评估，到最后都不了了之。所以你现在很空洞的就这样写着，老实讲，我心里就在期待说，你们跟我讲的安乐国小周边生活圈改善计划，讲了两年了，有没有在这里面用了多少，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预算就要模模糊糊让你过的话，那我们的期待又落空了、啊。好，而且刚刚很多人提到，我也要再抱怨一次啊！我已经在两次的总咨询都一直在询问，我说为什么安乐国小生活圈改善计划有希望你们当区学区，我们陈志仁陈议员住在安乐国小旁边啊，我也住在那边啊，两年了，总咨询问两次了，没有一次让我们参与过，难道你们就摆明要黑箱作业吗？我们只是希望说你要写得清楚一点。让他知道你钱到底要用在哪里，那当然要给你钱。我们申请那个一层没有意义啊，俺们这边钱财被提拔，去杀那个价干嘛？希望你能做得好，只是希望你把内容写得让我们说服我们，就这样而已嘛。好，宝贵姐，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南美文南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这两笔预算啊，大概不是删减多少的问题。是计划内容啊，能不能说服本会的问题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再请主席再请处长再说明一下，因为我有两点具体的建议跟方向，哦，其他同仁也都有。市政府本身的报告太过简短，那经过本会同仁这么多人的建议之后，那我想听听看处长，你能不能把本会同仁意见给纳入？如果你能够纳入，我想经费通过就会很顺利；如果你不能纳入，那我也觉得你应该退回，好不好？所以想先请处长来再来说明一下，谢谢。针对议员的建议，你能不能纳入你的计划内容里面，好不好？谢谢。好，那我们再请韩良杰韩议员。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单纯好了，我们到大会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干脆提大会好了，好不好？提大会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说明的机会，否则的话，本席三一成不赞成。要么这个计划就是很清楚的，经费够不够？但我们不能增加经费，对不对？啊，不够，我们如何在未来再补充？啊，够，但是三一城那是计划乱编的。三一城可以的话，计划乱编，因为预算就乱编，所以我不赞成。所以提大会，然后你们把资料送给我们，好，然后说明清楚再来谈。谢谢。说明清楚也是要他说了，还是一样他要说啊。他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不然等一下，我们再好等一下，我们先请习处长，你再说明清楚一点。好，感谢各位议员的垂询。有关校园这一个预算的这个预算的部分，诸位议员的询问相关的部分，施议员跟杨议员所谈的，主要是在太平化这一部分的120万这部分，这个最后是有设计的内容。都会出来的，这个跟您报告，也您刚刚讲的相关的跟观光或相关的东西，跟教育处的合作这部分，这个、我们也可以纳到计划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是那个吕议员所询问的有关这个里面的内容里面，怎么样去做？第一个是您所说的林基间不在。那个督发处这个里面，然后您所说的这部分，不，我们不会，我们的参与不会是说拜托大家，一定会去当场去询问。然后诸位议员说要跟各个议员报告，全区的议员这没有问题，我们一定会去一个一个的报告，然后去纳入所有的那个后续推动的内容里面。然后再来是那个何议员所谈的有关门面破旧的相关奖励的部分，那属于都更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外墙跟都更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积极在做盘整，然后我们相信我们会再跟
那个合约报告这样子的部分哈。然后那个韩议员跟诸位议员有些说我们内容比较不详细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更加改进跟相关的去做推动哈。然后有关那个蓝议员所这个部分，其实最后会分几类啦，哈，有关那个一直在缩小跟观光或都跟议题的这部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纳入去做参考。对，第一个您刚刚问的部分，然后再来是有关观光的部分，刚才跟杨议员也讲，那有关观光类型的那个地区那部分，我们以观光为主轴，这个我们也会纳入在进当中。以上做简要报告。好了，是不是这样？不然这样再做一个附带决议了哈。我们预算，我想还是要不要三亿层哦？好了，不贵了，好贵了。好了，给他过了，给他过了哈。那我们附带决议就是第一点，我们都发处在进行研究规划的期间，那么请邀请当地学区议员参与。第二点，相关规划报告书，请您完成后函送本会各位同仁来做参考了，好不好？哦，好，没问题。好，我们通过。二至415页都市发展业务、都市更新业务合计预算数591万4000元，人事费16000元，业务费589万8000元，请审议。好，二至415、416。好，我们请何淑平何议员，再请李美玲议员。好，那就请处长解释一下415页劳务心力。以及416页的这个设计屋活化的计划，因为你这解释栏这个是太简单了，请处长解释一下，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李美玲李议员。我同样也是一样啊，这两笔预算，那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的委办费已经是2511万9500元哦。截至目前为止，等一下的那个还有继续，我会帮大家算好我们的委办费。我在想委办费既然那么多的话，都发出以后不仅不要新兵都可以裁撤了，你怎么带去走啊，对不对？怎么都委办出去了。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没有，我们请习处长你说明一下。谢谢，说个详细哈。谢谢何议员的那个垂询，有关劳务心力这个计划哈，那个明年度争取预算是160万哈，然后预计107、106、108、160万这样这个部分哈。然后105年度，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在做盘整，我们有关老屋的地图跟老屋的一些部分哈。然后106年度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对老屋再做更详细的调查。然后这个调查的研究里面会分出老屋的建筑类型及这个活化的策略，跟并且如果是属于公部门就要跟公部门协调，如果是属于私部门的会跟私部门去讨论哈。然后再来经由这个工作坊跟推广活动，让基隆的一些老屋的一些既有的部分让人家知道，然后去打开那个创新的想象，这是106年度要去做的这些事情哈。然后初步会对老屋潜力出来的一些老屋吼有个建议的方案，然后这个建议的方案里面东西也会做一个实质的一个那个 3D 的图出来吼，这个是106年度。107年度就要把整理出来这些老屋的部分，然后有意愿的部分联合各领域的有心的专业人士，然后投入老屋吼，去把我们的老屋真正的老屋心力创造出来，然后创造我们城市再生，然后在观光区里面也可以有观光的魅力点，这是107年度要去做的。然后108年度就要做实质的这个老屋心力这个实质的一个环境改善跟实质的这个建筑物的改善的一个计划，这是这个是老屋心力的部分哈。然后在都市那个基隆市设计与活化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是延续去年度的计划哈。然后工作项目第一个是要经营这个86设计公寓的内容哈，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就那个86设计公寓周遭这个范围生活圈或住宅这个地方哈，要提出地区再生的一些活动跟地区再生的一些构想，然后并且变成一个交流平台哈，
让那个地区有一些微型经济跟一个那个社区的环境改善跟一个社区的创意行动和聚落的氛围从这里面可以打造，然后创造一个吸引这个大家觉得这里是个有活力的地点，然后去打造这个地方。然后第三个是媒合在地的设计的一些力量去做相关的展演活动在这一个地区。然后第四个部分是这个经营管理里面含那个空间内部跟还有外部的一些清洁管理跟受理民众来使用这个空间，因为现在开始有一些团体开始可以在这边使用去推广一些各式各样的有益于基隆的未来想象的一些再生的一个活动跟设计的活动在这里面去做。好，然后第四个部分是有关这个产业聚落跟创意设计的这个公寓，我们现在其实公寓旁边还有一些空的，那这一次今年度的预算之后会把这个东西的这怎么样去做的一些真实的计划去衍生出来，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去做相关的推动。这个大概是这个设计物这个240预算的一个内容以上。好，还没问题。好，我们再请李美玲李议员。那个处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韩国的清溪川总共花了多少个年几年的时间他做计划，然后呢他实际上去执行工程以后是多少多久，那个落差很大对不对？我所谓的落差很大是清溪川他花了多少，他一年的时间做了几千个这个座谈会跟他们的居民去做协调然后沟通调查，一年的时间，然后其实以后就开始工程啦。来看看我刚刚为什么跟你报告说2511.95万哦，就是全部都委办费，全部都叫做计划，就是你都没看到一种，到现在以后是两年了嘛，对不对？我们不要说好，我们现在今年是第一年，明年是第二年。好，我们再看你所谓的老屋新力，你总共做三年，那个还是叫做计划，还是计划，对不对？他还没有开始做，给为我们就三年。我刚才说过，清溪川那个是一年几千万次的座谈会。好，然后你再看啊，2400万也是一样。2400万呢，应该是第二年嘛，哦，去年已经了，今年是第二年。好，那第二年呢，你真的开始做了吗？还是没吗？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说你这些的委办费，到现在我搞不清楚。我如果说我们的那个市民朋友，或者是全台湾省有人在看我们质询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基隆市的预算，它的委办费是这么多。只是光一个我们的这个督发处而已，委办费这么多，而且还都在计划当中，明年还有，明年再继续编计划，你认为这样的预算省得下去吗？所以老屋新立的这个计划既然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是建议就不要了，不然的话你就是160万，你一年之内把它完成，你不要在那个，你不要再说啊！我要编三年480万，那么多钱呐、啊，真的没有把那个老百姓的纳税钱当钱在花哎。委办费2000多万，哎，你们的所有的业务费几乎全部都在委办费里面呐、啊。你们自己本身没有做什么事啊，那你们就裁并嘛。你们局科室的就裁并好了，已经不会做代级，都写给外面的人在那个。所以这边说明的就是说，你到现在为止，你看。都跟科嘛是同款呐，你所有的你的一般事务费哇贼，一般事务费都是营业机那个老板控300块，然后你所有的委办费全部都是叫别人来做啊，你这个都技科你干嘛？都是跟新科你废掉啊？你还要去领加班费吗？唔免啦啦，对不对？什么通讯费啊，什么按日计酬的都唔免啦。你委办费你按日计酬还要做什么？你那20万还要做什么？你这个你来，我真的很拜托各位我们的议员，大家自己看一下，所有的
所有的业务都是别人，啊，你哪有讲有办法去再编一般的那个什么加班费啊，什么都省啊那些，都不用呢，啊，你全部都是给别人呢，欸，这个怎么省得下去啊？我想问一下，全部啊，都行啊，你没有业务可以办呐，啊，没有业务办呐，啊。所以什么劳务心力这个哈，我是认为，如果你还想要这一笔预算的话，不要分三年就一次，我觉得把那个总经费那个全部都那个，因为我在想，我要砍的话，大家也不让我砍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现在是弱势的在野党啊，真的是我很悲哀的讲一句话，真的是弱势的在野党。这一笔的话，我是建议那个预算里面那个总经费480万那个什么100分3年那个全部都砍掉，一年的时间160万你就全部做完。韩国人人可以，台湾人不行吗？然后那个240万呢，啊，你今年你就要完成了，不要再讲说还要怎么样了，1、2、3、4，你就要做几个活动，而且是真正的把全部都亮起来了。我现在省这个预算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砍嘛，我是最无能的议员。我要看紧老百姓的荷包都还不行啊，对不对？刚还好，我议员哦，屁羞，刚好我朱协来调侃，对不对？那我就自己自动投降嘛。这一笔预算的话，你现在就是。你在这里面的行动计划两个字把它砍掉，啊，计划什么啊？每次都计划都跟你说你几个本册你都240万，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基隆市设计屋、哦，活化资产行动计划不要，行动去执行。然后那个总经费啊，劳务心力的那个总经费，我认为一年就要给它完成了，不要再花了，不要再花了。我今年没有办法无力砍的话，你总是要完成吧，对不对？那我建议这个什么总经费那个分三年哦，就今年啊这一次啊160万就给他，就要全部都完成，不要再玩钱了啦。人家吼22K 每大家都是大粒瓜小粒瓜，努力的赚每一分钱，我们就这样浪费掉。刚才的480万、120万也是一样。我要说的是，这些人拿了这些钱，你看得丢，你就假没丢了。好，我的建议是这样，谢谢。好，你是最努力的议员啦，啊，那你多看看紧我们市民的荷包啦，哦，很努力啦，我们给你肯定啦，啊，你不要气呼呼的啦，等一下。弄坏身子也不好了。我们接下来请张汪立章前议长。谢谢主席哈，和我奶奶董叔叫你来选举，就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实际的效应，所以他才会这么生气。我是希望说哈，南都发处啊，做一些该做的事。什么是该做的事？基隆市是汉尼亚这的这个山坡地，我们也好多好多的房子都紧邻着山坡。每一次风灾之后，都有足多的土石崩落，邻近的房子，恁今仔日上大的这个迄落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署都跟我们的土地紧邻着，好多事都要经过国有财产署同意。那厝明明的房子已经在人的厝里面，要修复还要国有财产署同意，像类似这样子，你们应该要去突破。这个这是真真正正替基隆市市民在做工作，你太多的计划、太多的规划，都有时候
老百姓看不到。现在很多的这些经费，我们同仁是觉得太浪费了。所以吼，恁真经有影实际上爱去做的，遐工课，你们一定要去突破国有财产署。有些东西真的是非常急迫性，但是恁拢讲爱一步一步来，爱因同意，互恁来做修复。老百姓的财产、生命较重要，不是这些安尼，互因在安尼做安尼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样子安尼过去的计划。哦，这个是我良心的建议，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韩良吉韩议员。谢谢主席啊，本席呢仍然重申前面讲，计划我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有这种计划，预算都不应该给予。所以呢，本席认为，这个160万也好，这240万呢，好像都不应该编列，说明清楚再来，没有说明，没有计划就没有。预算，那你的计划写的就是计划，两个字就要我们的预算，那怎么可以呢？没办法说服嘛，完全就没办法说服。所以本席认为这两个预算一样退回，然后到时候说明清楚再来吧。谢谢。好了，计划也是要钱做的啊，不然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照我们刚刚李美玲李议员讲的这个所谓总经费480万，把它说明栏呢，把它划掉啊，然后107、108也把它划掉。哦啊，他如果有做，我们有看到计划，我们要给他做。明年不好，我们明年就不给他，不要给他分三年了，好不好？好，我们请韩良吉韩议员。原则上这一段我同意。既然计划不是计划，都是执行面的话，我同意，所以就直接106年给他160万去执行这个老屋心理的工作啊。对，480万。但是这240万啊，我那个计划两个字，240万，计划两个字划掉了。基隆市设计屋活化资产行动计划，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请问你这是什么？他刚刚说了，说我听不懂啊，因为没有给我 paperwork， 文字上也没给我，什么也没给我过，我这样听我就要懂吗？我不是学生呢，我要把我接到资讯活化以后我才会懂，我完全不懂，谁说我一定要听了就懂？是不是？所以这个240万本席认为删除，谢谢。好，我们先把这个160万的总经费480万分三年编制，这边107、108划掉，那这个通过。那240万这方面我们是，哎，这里点嘛，下午再说。好，我们现在休息。